近日小 S 卷入胖达人事件，大 S 替他缓解时透露自己已怀孕的喜事。 S 妈16日时先说不确定，日前观看康熙录影时又松口，因为中国人有个规矩，还没有满三个月不能说，我不方便多讲，你也知道中国人比较保守有规矩的。这番话好似透露大 S 确实已怀孕，只是还没到公布的时候。此外， S 妈透露大 S 怀孕后就返台住在妈妈家，她会每天买菜做饭给女儿吃，小 S 只要有空就回家和姐姐相聚，家人间不说肉麻话，但大 S 总给妹妹一个大拥抱。大 S 与汪小菲结婚三年，怀孕的新闻被传了无数次，但都让粉丝失望而归。而此次再传怀孕是从大 S 口中说出， S 妈又默许，看来是八九不离十了。不过让人好奇的是，汪小菲和母亲张兰这对最希望大 S 怀孕的两个人，对此事却一直没有发声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